时隔两年，我和大黄冻鱼要再次一起染头发啦！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染发的一个秘密盲盒，今天全靠抽！完了。这里面呢有赤橙红 绿青蓝紫，还有黑色和白色哦。白色，对，不能让我抽到白色吧？上次我染完回家，让不要进家门。来吧，谁先来？你俩搁这装什么呢？你俩先来吧。那老婆先，老婆抽啥我染啥，算你识相。那我们两个人就染一个颜色吧。黑黑。哎呦，这下还真有点紧张。点名点将。中间的吧。中间的什么？疼死了，难以想象。你别笑，你来了，我看你能抽个什么。我抽这个，什么颜色？我真的进不了家门。我挺想看你染这个颜色。现在有很多白色很好看啊，偶像啊、男明星都染那种特别帅、特别炸裂，做的那种美式的前刺加那个白色肯定很帅。你要不这样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咱哥真水灵灵的给叔叔打过去，果不其然还是一顿痛骂。染的都烂烂吧，你想什么？我这个信号不大好，卡了。记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今天视频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变身了，一个橙色一个白色。姐妹们真的很怕橙色，显得气色不好，得先护个肤化个妆。哎，上次给你推荐那个吗？对呀、不是你说嫂子在韩国被那个美美机构一顿安利，不破皮，实现水光的效果，现在有很多韩女都在用它来代替水光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一开始其实我们不想水光，它不是要注入到很深层次的地方吗？我还特地去问了成分老师，一般的一些护肤品确实只能到表皮层。AHC 这套水光水乳啊，真的是上了黑科技，专利成分类人玻尿酸，可以直接到达真皮层去给我们的皮肤酷酷灌水。还有报告证明，原理跟水光是一样的，效果就差不多了。真的很舒服，就没有那种紧绷的感觉了，而且是透透亮亮的。加速打个底，看底到底是不是这些的？真期待爸爸妈妈的新发型。一到理发店，咱仨就给理发师一顿抽象。我要那种巨帅的、爆炸的美式前刺，再加点白，加点金，可以了吗？刚刚看了一个新发型，就是我之前特别想剪，就是水母头。话不多说，开整！我要变成白发美式前刺哥，然后过两天去跟土耳其小哥哥比帅。但短发已经剪好了，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小篮子。快看我的新头发 ，keep 都做没了。哇，你这个好看！欧了！幸好我们都没踩雷。看着黄哥，哇，帅了帅了，年轻十岁。三剑客又要出发了，期待一下我们的土耳其之旅吧。